洗手式，您定了？切，谁还没个成名绝技呢？胡大师，给他的颜色看看。柯大师，加油！嘿，哈，嘿，哈，呀！不能等本喵看我虎大师赢了再高师吗？闪电猫，你错了，赢的肯定是贺大师。就凭你们家的鸡拳？小鸡啄，那是鹤拳，比三脚猫功夫厉害多了。虎大师厉害，贺大师更厉害。是你想要拳拳？知错了。这次的时空起点是上古时期的中国，被尊称为人文始祖的伏羲发明功夫统一华夏。虽然过去数千年，功夫仍是人们健体防身的绝佳方式。根据资料，在伏羲打败牛部落的首领之后，功夫得以快速普及。好，我们一定要让伏羲打赢，出发吧。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还有谁？如果再没人出战，就当你们认输，你们所有的房子和土地都归我们。首领威武，对，土地归我们了。你上呀。你怎么不上？我不行，你上吧。懦夫，你们要眼睁睁看着夏渊被抢走吗？那你倒是上啊。你们是要让我这把老骨头上吗？哎呦，我的腰啊。根据分析，这是两个部落为了争夺资源进行决斗。伏羲所在的鹿部落暂时处于下风。哼，可笑的弱者，你们是自己走呢，还是要我们赶你们走？踩到我了，松脚啊！根据资料，那位就是伏羲，他好像想出去应战，但被挡住了。不愧是人文始祖，勇敢帅气，本喵帮你，逆转光枪。你好。其实我只是路过，不小心被推进来了。如果您不介意，我马上出去。这算什么人文始祖面？贝哥哥，可以，但进来的人只能躺着出去。不好，铜钱万能布。什么人敢来捣乱？别误会，我们不是捣乱，只是有很重要的战术要告诉伏羲，请求暂停决斗。神圣的竞技场决斗怎能说停就停？哼，不同意的话，本喵就……就要这个力度。嘿嘿，满意的话，请给五星好评呀。哼，听着，我只等到火盆燃烧完。好机会。大家快逃呀。放我下来。伏羲先生，这次决斗可关系到你们部落的存亡啊，怎么可以逃跑呢？逃跑才是最明智的，弱者怎么可能战胜强者啊？当然可以，
因为少年你骨骼惊奇，天赋异禀，各位哥哥是万中无一的功夫天才。对的，功夫天才，功夫感觉很厉害的样子。伏羲先生，请留意看我们接下来的每一个动作。我们只做一次庙，能学到多少就看你的天分了。不准行！迷蒙三手合体，是蒙查查。圣牛显灵了！圣牛显灵！根据分析，凯奇他们有危险。哎，别偷懒的。抱歉，艾尔继续为您服务。蛮牛冲冲！伏羲先生，快躲起来！哦，已经躲好了。躲得也太快了吧！百变喵秀，斗牛喵，好帅！不羁，撞飞你！嘿嘿。来抓我呀！抓不到，抓不到！嘿嘿！哇，好险！还好我躲得快。一定要受过专业训练才能成为斗牛士。闪电猫，伏羲先生，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嘟嘟，我们快救人！哥哥，别想逃，蛮牛冲冲！通天，金刚剑！嘟嘟，戈壁。时间刚刚好。这招是，嘿嘿，本喵已经把所有功夫都交给伏羲了，他赢定了。全靠喵师傅指点。不可以！牛牛大爆发，通天万能步。蒙查查蛮牛的力气比我们大，要给伏羲争取时间。吃我一套组合拳。不会吧，闪电猫，你到底教了伏羲什么功夫呀？没道理啊，电视里明明都是这样演的喵。电视，哥哥，弱者就是赢不了强者。哎，走吧，就这道子靠不住。这次找个更偏僻的地方生活吧。连喵师傅都落败了，弱者只能逃跑。连树都欺负，有了！神牛猫有办法打败蒙查查，只要这样，这样。不济就凭一只笨猫，蛮牛冲冲，上吧，神牛猫，收到喵。喵师傅，我弹，对，就是这样，看到了吗，伏羲先生，借力打力，弱者也能战胜强者。借力。
对，一定是幻觉。我压扁你！不可能，都是幻觉，你不可能打倒我。没有什么不可能。就算只是弱者，也可以战胜强者。嘴炮飞鸟快，不进不要过来的。借力打力，以柔克刚，功夫抢走他们所有的房屋和土地，让他们也尝尝失去家园的滋味。你们走吧。以后不要再抢夺别人的家园了。伏羲，你才是真正的强者，我们要归顺于你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这才是最厉害的功夫。奇趣特工任务成功。起来，我的同胞，起来吧，为了我们的自由，就在明天。对，没错，为了自由，为了自由。是柠檬。你可不准逃走，柠檬伸手合一。小矮妖，给本喵投降！站住！等等，我不过捡到一顶头盔而已，有必要这样追到外国来抓我吗？才不是捡的，你是偷。现在你有两个选择：一，乖乖投降，本喵稍微教训你一下；二，胖揍一顿，再把头盔拿回。这不选啥都得挨揍吗？不然呢？通天万能化，快来！我疼！什么？过分了！我什么东西都没偷呢。头盔消失了，难道是艾尔？收到。根据资料，头盔和2000年前的大英雄斯巴达克斯有关。啥？什么达？那是谁呀？跑快点！真是的，跑这么慢，没吃饭吗？喂，先给我解开呀！哎呀！这是什么情况？你这奴隶太慢了，跑快点！奴隶？奇趣特工队，你们也发现时空起点出现了？出动吧！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青青，这次的时空起点也太过分了，到底是什么被改变了？和艾尔说的斯巴达克斯有关吗？对，这次关键时刻是公元前73年，在古罗马帝国爆发西方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，斯巴达克起义。可的飞飞的，确实还挺帅的。根据资料，斯巴达克斯是决斗兽场里最强大的决斗士，有他带领，奴隶们才敢于反抗残暴的古罗马。斯巴达克起义对当代社会有着重大意义，就连那位思想家也这么说过。斯巴达克斯是旧时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，因为他的起义，人们才改变想法，最终推翻万恶的奴隶制度。我们一定要让斯巴达克斯起义成功，出发吧！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。
是最早爆发起义的卡普亚城。艾尔，这大圆柱是什么呀？根据资料，那是斗兽场，专供贵族观看决斗士战斗的地方。斯巴达克斯肯定在那里，我们马上。啊！呀呼！嘿嘿嘿嘿嘿！斯巴达克斯被捉了，蒙查查，你给我站！站住！别跑！决斗士逃走了！捉住他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奥利，这就交给你们啦！看招！无敌冲天杖！再见喽！喂，谁跟你是好兄弟？他们是一伙的。先收拾了他们。百变重锤，我枪！没办法，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对，交给本彪，驯龙战车出动！驯龙战车，急去变形！我去把幻柠檬给堆住，目标锁定。好，我也来。哇，快看，那是什么？飞鹰战车。凯奇，不能耍赖皮。喂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他们是敌人。是敌人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准备，出发。快，我们先散开，甩掉他们再说。可别天万能步！
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继续搜，一定还在附近。是。这也太慢了。这不是重点，我们先解决蒙查查。可他有这招，很难对付呀。嘿，只要封住他的手不就行了？我想到个计划。喂喂，别躲了，你出来给我们穿着吧。出来就出来，通天火箭拳，连环发射，不会拳。嘿，逆转光枪，给本喵回来。你的必杀就用不了了，闪电猫！哎，给我砍招！走了，危险！必杀，超妖剑光劈！哎呀！再见！轻轻松松，大获成功！耶！来人呐！斯巴达克斯带着决斗士们造反了！兄弟们，跟着我冲啊！为了自由！打不出来，快撤！同胞们，成功了！今天我们自由了！齐聚特工，任务成功！零食平时都是他自己放的呀。哔嘟，哔哔哔嘟嘟。哎，你不是刚上去了吗？怎么又从外面回来了？嘟嘟哔嘟。嗯？哔哔嘟嘟，哔嘟哔嘟哔嘟哔。嘟嘟说什么了？他说小镇出现怪事了。在大街上，很多路人都说看到了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哔嘟哔，哔嘟哔，大家小心，其中一个是假的。哔，是他，他是假的。不要让他跑了。挺聪明的嘛，居然能识破我的变身。皮鹿，这么说来，这次小镇上的骚动就是你的杰作吧？哈哈，没错，就是我用这个变身手套搞出来的混乱。只要戴上这个手套，碰到什么就能变什么。不能让他跑了。齐聚小镇搞个天翻地覆吧！我们出动吧，一定要阻止皮鹿，不怕强敌，齐聚出击。勇敢的开启，坚强不向困难低头。变身装置，瞬间闪电启动，凯奇变身。萌萌的出手，用超能力来战斗。闪电猫变身，二九势力大无穷。今天遇到危机，轮到我出动。强壮带发勇猛之勇，我们艾伦变身。不畏前方是怎样？
急，前面聚集的人太多了，我们过不去。我们下车找吧。就是他们，就是他们。哦，是奇趣小队的队长砸了我店铺里面的东西。真是坏蛋。还有那个八爪鱼一样的生物刚刚推我出马路。什么？就是他。原来你们是这样的奇趣小队啊。别管他们了。根据分析，皮鹿这次搞出来的事可不得了啊。我们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等等，皮鹿能变成嘟嘟的样子还好理解，但是皮鹿没有碰到过我呀，那他是怎么变成我的呢？因为我说谎了呀。现在不就能变了吗？你们千万不要离开我身边。不怕，起码我们现在是四对一。是吗，小傻瓜？谁说要和你们打了呀？我们追。皮鹿的变身手套实在太厉害了，我们目前毫无办法。到底这个手套它是从哪里得来的？我倒想起一个人。没错，变身手套是我发明的。我想揍他，我说真的。哈哈哈，你们别这样嘛，我就奇怪变身手套为什么不见了，原来是皮鹿偷去了。别说风凉话了，快收拾掉这个烂摊子。哦，这个好办。这个是反变身装置，专门用来克制变身手套的。那太好了，我们马上行动吧。不过你们用的时候要小心点，反变身装置就只有这么一台了，弄坏了可就没有了。博士你放心吧，一定不会出问题。怎么回事啊，皮蛋你干什么？废话，当然是炸了这个反变身装置了。对哦，我想起来了，皮蛋请假了。这么大的事你现在才想起来？我刚刚花了一点时间重置了这间屋子里的所有密码，别说走出这个门了，没有了我，你们现在连冰箱也开不了。嘿嘿嘿嘿。哟，还挺能干的嘛。博士快想办法。你们稍安勿躁，如果是密码系统的话我还是有办法的。怎么回事？博士怎么了？艾尔快开灯。博士和皮鹿不见了，他们会不会从这两个门里出去了？应该不会，门打开的话一定会响。那就是说他们还在屋内，那我们四处找找吧。哔嘟哔嘟哔暂时没有发现。嘟嘟，不，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很可疑。哪里？是冰箱。冰箱我刚才找过了，确实没有啊。何况谁会这么无聊真在冰箱门上加密码？不是的，博士的冰箱上真有密码锁，主要是防止皮蛋偷里面的零食吃。皮鹿说他重置了所有的密码，别说门了，我们连冰箱也打不开。皮鹿虚张声势而已，刚才我一打就开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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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怎么可能？闪电猫，看来能打开冰箱的只有你一个人吧？不，应该是皮鹿。凯奇，你猜对了，博士和真正的闪电猫就关在冰箱里。啊，别跑！糟了，开不了门。艾尔，解锁冰箱的密码要多久？搞定了。好，干得好。我们上车追。闪电猫，马上搜索皮鹿的行踪。不用找了，我在这里。
们现在可是在他的身体里呀、要想办法的应该是皮鹿吧。好像有点道理。杜比，哎，怎么突然这么安静了、想晕过去了吧？我不小心把方向盘拔下来了耶！不要乱来！咦，咕噜比！快停下！又做出了一决胜负。这次轮到我了，我要在他肚子里开个洞。你开玩笑的吧？是，变身手套已经拿回来了。哈哈，这次辛苦你们了。真的是好一头忙活呀。其实对付变身手套也不难，反正总开关在我手上，只要我一按，变身功能就会关掉。你怎么不早说？谁叫你们刚才走那么快？